过去，在咱的人生的过去里面，咱经验到很多顺境逆境、感谢的代志、艰苦的代志，总是咱在活，不是因为这些过去的经验，咱在活是因为咱对头前有期待，对头前有愿望。所以人的生命一个上界重要的动力，实在是愿望，咱有对未来的期待。这个未来的期待，才是予咱继续奋斗、继续活下去的一个动力。所以有一个神学家，伊讲基督教的信仰是建立伫抬杠制，毋是建立伫显现制。显现制就是耶稣的显现。圣诞节是耶稣的显现，上山耶稣显现，这是一个显现者。总是这个神学家讲，咱的信仰不是把头去看后边的信仰，咱的信仰是看头前的信仰。所以若是安尼讲，咱的抬杠节就不是咧期待圣诞节，因为圣诞节无啥物通期待。圣诞节是两千年前已经发生过的代志，今仔日咱搁过圣诞节。不过是咧庆祝耶稣的生日，咱庆祝生日吼，会真欢喜啦。庆祝生日会感觉讲啊，生日来时我会当有 party， 我会当有这个蛋糕，我会当有礼物，有这物件当期待。啊，总是生日是已经过去的代志，所以是咧纪念。唔过太讲济对咱来讲，唔是咧回头倒转去看两千年前耶稣的出世，咱咧教会传统常常。庆祝圣诞节，拢总把头倒转去看两千年前。抬杠节是甲咱讲，咱都爱期待耶稣基督的再来。若是圣诞节，咱已经知影，抬杠节咱唔知，因为耶稣要安怎样再来，咱唔知。所以期待圣诞节若无紧张吼，期待抬杠节是一种紧张的代志，因为咱唔知耶稣点时要过来。咱毋知耶稣过来的时阵，咱要怎样面对？咱要怎样面对？总是也是因为咱今仔日点到这个人情，毋是干咧讲啊，我要去面对一年一摆圣诞节，是讲咱伫咱的人生中间，咱搁一摆点到迄个愿望的火，点到迄个愿望的光，因为耶稣基督，但英文讲伊要再来，总是再来的耶稣基督。既然伊还未来，所以咱逐个人伫逐日的生活，应该保持一个紧张，保持一个兴奋，保持有愿望，因为知影耶稣再来的时阵，会带予咱无同款的生命，带予咱无同款的生活，带来无同款的结果。所以这也是咱，你讲这抬杠节，对一个基督教会来讲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代志。但咱伫即个抬杠节时阵，一年一摆，咱点到第一个老节，来甲世界，也是讲来甲兄弟姊妹宣布，讲耶稣基督再临的日，搁一摆接近啦。所以咱应该逐个人闭目心，不断往迄个耶稣基督应允咱迄个再临的日，来往头前迈进，来经营咱的生活。伫即个时阵，咱的教会。用来做咱的这一百十周年的这款庆典的这启动倒数倒数计时啦吼，你今日开始，咱要算一百十日啦吼。我听讲安尼算起拄好一百十日吼。对，今日开始算一百十日了后，就是咱的教会一百十周年的这圣诞纪念日。我想这是真拄好啊，就讲咱圣到一百十周年。所以咱毋是干来咧讲倒转去反省跟设教的即个一百十岁了，咱是咧讲咱要安怎样迈入即个一百十年。所以是向头前来看，毋是向后边，但向头前看是有愿望。即、這个愿望是建立伫耶稣基督的应允，建立上帝的信心。咱对上帝的认识，是因为上帝是一个应允的上帝。都是一个信息的上帝，咱无人吼会当甲上帝捌得了。囡仔伫即在唱歌，感谢天父，我感谢你吼。那是囡仔的时阵，你经验，
因今仔日所经验着上去，我看真侪即个爸爸妈妈看着即个小朋友咧唱歌吼，个一手安尼诚起，我想讲等下到尾后摆，甲叫即个小朋友来练习吼。我咱个大人去经验着讲，伫咱个教会无共款个年龄层嘛，无共款经验上帝个作业。囡仔个时阵伊安尼经验，总是囡仔对上帝经验不完全。伊较大汉到青少年个时阵，伊有另外对上帝对信仰一番个经验，伊个信仰对上帝真捌哪清楚。到壮年个时阵，咱经过人生个风霜，咱对信仰对上帝一番搁较深入，搁较进一步。到上年个时阵，咱回头看一世人的生活，咱经验着伫上帝一层一层的带领，咱对上帝个无共款的情感，甚至到咱伫上年的时阵、老年的时阵吼，咱对上帝还有无一摆完全，咱继续伫超越上帝，伫上帝头前。现在去阿咧灵修的时阵，拄读到即、這个出来进去，即、這个摩西吼，伫即个西奈山甲即个以色列百姓，带以色列百姓甲上帝立约，即个。上万块，啊，所以这百姓怎呢？起来制作金牛啊，违反这个上帝命令。然后来，这上帝受气，用这瘟疫来这惩罚这以色列百姓。甲这百姓讲，恁对这个西奈山离开啦，我无要甲恁做阵去。我若甲恁做阵去吼，恁无偌久就我甲恁消灭了。这摩西起来替这百姓哀求这耶和华上帝，讲恁若无甲阮去。我要太可以当甲这百姓讲，讲阮在行这条路是你爱阮行，所以哀求上帝讲，你着甲阮做去，你着爱点阮的中间。所以这上帝甲这个摩西讲，讲好，因为你的要求，我要甲你去，我只要要让我的阳光对你的面头前点，总是你看未着我的面啊。甲摩西讲，你看未着我的面，你干会当看我的脚趾啊？上帝行过去。摩西看到上帝是看到上帝的脚趾，也是咧讲咱的信仰。虽然是军队上，总是咱并无一个时阵会当甲上帝完全接纳。咱是活伫上帝的应允内底，上帝宝贵的应允，予咱一层一层去经验上帝应允的实现。所以对囡仔到大人，对大人到上帝，咱一层一层。甲上帝阮一份体验，透过这个体验哦，予咱知影上帝是一个信实的上帝，予咱知影上帝是一个大观念的上帝，予咱知影上帝是甲咱有亲密关系的上帝。这是一个将来思想、未来思想的信仰。咱的信仰就是甲上帝相共行，不断伫人生的过程中间奋斗，来经验，来更加深入体验咱所信实的上帝，伊是一个信实的上帝。也即款的一个往未来来跑走，不断甲上帝相共行，即个人生的路程，也是一个感恩的路程，是一个充满感谢的路程。因为咱看上帝应允，也咱一层一层经验着上帝信实，伊所应允的，伊予咱经验；伊所应允的，伊实现。信实的上帝，那是最咱人生应出的上帝。自然，咱伫人生的中间就会产生侪侪感恩。所以伫这个感恩节时阵，咱开始这个抬杠节。伫感恩节时阵，咱启动一个咱的教会，毋茫会当庆祝110周年即款的这个时间。我感觉讲今仔日对咱民族个教会来讲，是一个真重要、真特别的一个日子。啊，伫即款。咧期待未来，往头前跑走的这个过程内底，我特别选咱再去所读一段《路加福音》第7章36节到47节这段经文，爱甲咱来三角形，一个向头前有五望来跑走的人生，要安怎样成做一个感恩的人生，成做一个有感恩的一个生命。咱即礼拜也拄拄是即个感恩节，总是即个感恩节，一般来讲是讲即个美国人的节气啦，啊，这是即个美国人移民了后，伫即个美国历史的中间的即个经验，啊，去欧洲哈，即个欧洲的国家是无咧过感恩节，
都是咱的教会，因为有真侪这个甲美国的这个关系吼，所以这个感恩节也是咱的重担啊，真侪教会有咧纪念这个感恩节，所以咱今早起也伫这个所在举行这个感恩节的这个感谢礼拜。所以虽然讲这个感恩节是美国人的节日啊，这个感恩的心吼，这是一个普世啊，就是讲这美国人伊的历史经验的重担，会当对这个所经验的过程反省，来做一个感恩节纪念，还是讲感谢伊的这个历史中间这个上帝的作为。美国人有伊历史，啊，对历史中间会当感谢。我想世间每一个国家、每一个民族的人民，也拢应该爱会当来起来感谢，对因的生活中间来反省，来做一个感谢的。咱逐个人真熟，会一首一个华语的歌，叫做《感恩的心》啊。咱可能常常伫电视、即个教会常常咧唱。这首歌咧，甲咱讲到是安怎样爱感恩。这首歌的歌词啊，伊咧讲到两项。头一项就是讲，咱的生活是真有限的，咱的生命是真脆弱。咱伫人生的过程内底，真侪物件是咱唔知的。总是伫一款脆弱、有限、无知的人生过程中间吼，咱有真侪人甲咱陪伴。